公元前227年，魏国军队出征梁国，行军至凤凰山，遭遇梁国伏击，双方血战，兵将3000人全军覆没。你这个可怜的小人物，贪生怕死的逃兵，来抓我吧！还是我的俘虏。我是他的俘虏。我和他比，坚强。知道吗？如果不打仗，可能我们是朋友。谢谢老天爷。